易璇，有请两位 super model。两位好，我们先来拍个照好不好？一位在这边 ，OK， 好，两位靠近一点哦，来看看我们中间的照相机。再看看你的右手边的跟好的人。看看你的左手边，最后一次，第一排可以上一组。美丽的舞台助理，请送上麦克风，谢谢。两位好，先跟大家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邱新慧 Jill。Hello， 大家好，我是廖逸璇。Jill 逸璇，你好。那马上登场是第一届的台北时装周，然后这个秀很疯狂的。就在市政府的东门那边，应该是松智路走秀，身经百战的两位，这场秀到底厉不厉害啊？这一次呢，我们即将带给大家国际时装周等级的大秀，然后呢，除了有很多的国际品牌之外，还有六位台湾非常才华洋溢的设计师跟我们一起，所以可以大家非常期待。谢谢具有逸璇呢。那除了吉儿提到我们会展演非常多很精彩的服装之外呢，这一次我们会突破以往在伸展台走秀的形式，第一次在信义区的松智路风街办秀。这个光听起来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疯狂，相信一定会很精彩，而且很好玩。相信一定是全明星等级的才能让大秀登场。那可以跟他透露一下，到底走马路跟走伸展台有什么不一样呢？走马路可能要先练一下体力，因为毕竟那个气势可能要五六倍的多。那就呢？应该会非常的长吧，我想。但是走起来应该是虎虎生风，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气势。那两位就当作是市政府跨年来登场了，好不好？谢谢逸璇，谢谢旧舞台助理，我们收下麦克风，也请两位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谢谢。当然，在十月的十四号，女主角孟耿如小姐，有请。耿如你好，我们先来拍个照，就是这个位置。欢迎大家可以挥挥你的手，让耿如看到挥手的相机，她就转过去了。耿如刚刚从米兰时装周刚刚回国，去过国际时装周，那气势都不一样了。看看你的右手边，看看你的中间 CM 的位置，对 CM 的方向 ，CM 挥个手 ，CM 挥个手，对对对对。再看看你的正中间，黑色衣服那位是 Mr. Vogue 摄影师。再看看你的左手边，如果可以呢，后面大机器来挥一个手。我们请送上麦克风吧，谢谢，谢谢。Hello， 你好，耿如，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辛苦了。刚从那个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回来，然后立刻来参加台北时装周，觉得非常荣幸。希望你有一个无缝接轨，把国际带到台北来。米兰时装周长什么样子啊？米兰时装周啊，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看不同的。时装周真的是很不同的感觉。我小时候看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服装设计师，所以我小时候看她办秀的感觉，跟在国外看，哦，真的很不一样，都有很不同的风格。那今年你会担纲演出啊？你可以透露一下你会演出什么位置，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走出来呢？应该是说这次有机会可以在站上秀场演出是。我刚刚还特别问我妈说我之前走她的秀是什么时候，她说大概是七岁，所以我就是暌违二十年重新走秀的感觉。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很久没这样休假了，然后但是这次就是真的很开心，可以直接就是参加台北，终于有自己的时装周，然后结合全球购物业，然后这次来参加这个起跑记者会，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太酷了，完全没有回答问题，谢谢。对，那 Dennis 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香缇市集。这边呢就是香缇市集，因为觉得有好多很多厉害的品牌，
那四周都有一个精彩的摊位。那香林市集呢，我们看看我们的大背板啊，这个香林市集是一个时尚版。那沿途呢，不管是妆发的啦、化妆的啦、很潮的东西啦，还有 Vogue 摄影师沿途来为你拍照。嗯、这边呢，从今天开始一路到21号，所以呢，有空的话大家晃过来。那据说呢，你已经当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 LINE 贴图，是不是？对，我刚刚特别去下载了这个 LINE 贴图，然后它就是我帮你拿，帮你拿。你沿途逛，然后呢，参加完他们的那个寻宝活动，就可以得到，很可爱哎，我觉得超可爱的，而且这些用语就是你平常说话就会用到的语言。刷下去，哪来的自信？最爱，最爱你了。振兴经济。对，我觉得超酷超酷的这个贴图，所以希望当天大家可以真的来逛逛，然后下载这个免费的贴图。那你跟所有朋友手上的手机都已经下载了吗？对，我下载好了。那我们期待呢，待会你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会丢出这个厉害的贴图了。没问题，没问题。也希望你手上的信用卡也准备好了，刷下去。谢谢耿如，谢谢，谢谢，谢谢。这边请，我们先带您回座，谢谢，谢谢。说到这个 LINE 呢，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 LINE Now。 这个 LINE Now 呢，上面会告诉你到底台北时装周发什么事情，什么时候 event， 什么时候讲座，什么时候走秀。李小姐本人有答应我，她说一定会三不五时的来到这个快闪店，来这个站柜，来这个看看到底有没有她的粉丝有没有过来现场买她的这个翻糖蛋糕。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蔡依林，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赌他的机会，所以一定每天都要来这个看一下我们蔡小姐有没有来到这个现场。好聪明，前面留了个摇滚区，把它弄得好像看动物园一样，真的很厉害。这个相信大家都一定是人山人海。是，好啦，如果你真的很忙很忙都不能来的话，打开手机 Vogue 的 LINE Now 现场直播12点，有请准备来为第一届台北时装周还有全球购物月总部登场了。舞台助理已经送上我们的启动看板哦，耿如，你当然是站在这个位置的啦，对对对，谢谢，有请。来看看中间的照相机，中间的相机呢，这个角度转一下，OK， 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 ，Camera in the middle，The camera on the left， 你的左手边，再看看你的右手边 ，The camera on the right， 再看看中间的相机 ，How about a thumbs up for Taipei Fashion Week？ 来，点个赞。向右边再一个欧卡，看前面 ，OK， good。中间的相机的 camera in the middle， the camera on your left， 你的左手边， and the camera on the right hand side， 你的右手边。我们先请四位设计师。